什么事啊？神神秘秘的。爸爸问你啊，你觉得菲利普这人怎么样？爸，原来你是吃我妈的醋，想拿几块蛋糕收买我呀？区区几块蛋糕，就把我女儿打发了？别岔话题，说说看。我觉得菲利普这个人吧，挺绅士的，对我妈也挺上心的，每次都会给我准备礼物。这几天他在越南，我妈天天和他煲电话粥。看我妈那个样子，我以为她是才懂谈恋爱的小女生呢。爸，我说这些，你不会介意吧？怎么，你还以为你爸跟你妈会旧情复燃呢？你爸爸不是藕断丝连的人。总之，我觉得菲利普或许真的是我妈靠谱的归宿。